位朋友，我是易天生啊。今天跟大家推介一个最新和最灵验的一个占卜方法。这个占卜的方法叫做数字易卦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可以遇到很多的种种的问题啊，或者疑难的。这个数字易卦都可以帮到大家解答到你们的疑难的。例如有这几方面的问题，包括爱情、事业、财运、健康。如果大家是读书的，考试啦，或者是家庭、婚姻子女，都可以帮到你们解答的。拜拜。方法其实都很简单的，是用六组的数字啦，好像这个图咁样，给第一组，任何一组数字都得嘅，一二三或者二三四五六七都得嘅，总之是一至到零以内嘅。咁第二组、第三组、第四组、第五组同埋第六组，随意咁样俾六组我就得噶啦。咁我收到你哋嘅数字之后咧，咁我会将佢转化为易经嘅一啲嘅密码。然后咧，咁可以咧帮到大家去解答到你哋嘅疑难。如果大家想揾我咧，帮你哋去占算呢个数字易卦嘅话咧，咁可以登入呢个香港占算网，里边大师亲算呢个项目，揾到我易天生，咁我会为你亲自作解答嘅，绝不假手于人，大家放心。